韩国男团 ASTRO 成员文彬星期三晚传出在家中身亡，终年25岁。他所属的公司 Fantage 亦都证实消息。根据韩媒报道，人在美国的成员车银优听到消息之后，已经准备紧急返韩，而正在服兵役的 MJ 亦都向军队告假，在星期四上午去到灵堂哀悼。据报道，文彬经人在星期三晚上8点左右去到文彬的家中，发现他倒卧在地上。警方相关人员推测文彬是选择自我了结，而确切的死亡原因仍然有待调查。文彬近来忙于以小分队的形式工作，原定在今个星期六去到澳门，以及在今个月30号去到台湾演出，可惜就传出死讯。不少韩国网民翻出去年文彬的一篇访问，他讲到自己热爱想象，但是就给了自己很大的压力，每当太沉醉在空想，就会令到他联想到最差的状况，导致他出现失误，同埋没办法集中在工作上面，更加承认自己的想法消极。韩国网民纷纷留言对文彬表示心痛和可惜，亦都表示难以相信一直以笑面迎人的文彬情绪似乎出了问题。